大家早安，现在是清晨六点半，来到这个早上的溪流走一下，可能小钓大概一个小时。有鱼就有鱼，没鱼就没鱼。不过早上你有一个小时可以钓，你会来钓鱼吗？我想我还是会来钓。但大部分的人应该就是想说，等下有事情就会懒了。钓鱼看人的习惯吧，像我的话就变成一个习惯了。这边以前之前一条路，它是在开通，所以要走一小段路。还是来看一下这边之前开通后的溪流变得怎么样啊，哥？那边的溪流水是粉粉的。现在正在排污水，说法子溪没有污水是不太可能，一定有污水。那个盲蚊、青蚊围绕着，超讨厌的，虽然不会咬人，但是讨厌。话一句，垃圾别乱丢，爱惜钓场吧。